他们要唱诗歌。阿妹弟兄姊妹们，我们是十四会所的新少年区。那今天我们首先会为大家展览一首诗歌，补充本三十六首，在手册的第24页。哎，们。好，阿妹，我们翻到的可以和我们一同的宣读。这样好吗？Amen， 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隐藏的罪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赦怒之中，入境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在其中所经历不过是老虎头盆，转眼成空，人便如飞而去。叫我们怎样在自己的日子，好像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得着智慧的心，你使我们在早晨好得你的慈爱，叫我们一生欢呼喜乐，一生欢呼喜乐，有你照着你使我们照着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叫我们喜乐。
操练，因为我是一个可以在暑假调整很多时差的人，所以去那边我就觉得可能会很受压，然后很反对我的天然。可是很感谢主，就是当我进到那个训练里面的时候，不断的跟主祷告，然后不断向主寻求，然后主就使我能安稳的在这规律的生活里面来享受它。所以我就能在早晨就能跟主有诚信，然后跟同伴有一些祷告，一些呼求主的操练。这个是非常甜美的，因为当你在一个正确的规律的性格下一起一同享受主，性格就可以拖住基督。Amen。能够更多的来享受它。Amen。大家好，我是董兆宇弟兄。Amen。我要分享一个经历，就是在今年某一个早上，我在去学校的时候，就肚子很痛，然后我就问我爸说，为什么我还是那么痛？然后我爸就问我说，我有没有就是常常与主有交通？就是不能说到有困难的时候才把主当雨伞用。然后这句话就让我很惊异，就是我就想到我好像很常没有想到主。希望我在明年可以一直想到主。感谢主，我是林轩姊妹。阿门。我觉得2018年实在是非常有恩典的一年。阿门。这么说不是因为我过得特别顺遂，反而是因为我遇到的挫折特别多。阿门。首先，我连续两次刷新了我考试最低，考最差的记录。然后呢，第二个，因为我手续开到之后，我没有去篮球队，我体力变差，体力就是变得很不好。然后第三个，我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去报名的唱歌比赛，两次都落选，看起来一切都非常的糟糕，但真的是感谢主，就是因为这么糟糕，我才真正主观经历到我不能依靠自己。因为我不能依靠自己，所以我唯一能依靠就是这位主。因此我能学习我倒空自己，并且每次遇到事情，第一件不管有没有遇到事情，第一件事想到的总是快快的转向主，这是比我所失去的都还要远远更加宝贵的。非常感谢主给我这样的恩典，他的恩典不一定是要让我们外面的环境顺遂，而是让我们的环境仍然存在，但是让我们里面他加力给我们，使我们能够越过环境。阿门。我摩托这首诗歌说到，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带着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升上高的时候，就是课业变得更加繁重，然后有很多的补习班，有很多的功课，常常都会写不完作业。然后回到家之后，常常就会想要躺在床上不想做事情。然后到学校之后，就变成说该做的功课没有做完，该完成的事情没有做完，然后最后变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导致我在高二上的时候常常过得很消沉。但是这个时候我就会跟主抱怨说，主啊，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为什么你要让我这么下沉，让我这么软弱？但是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主慢慢的点我，他让我看见唯有主是祝福的源头，他乃是环境的解答。当我在遇到困境的时候，当我软弱下沉的时候，我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转回到主的面前，因为我要转回到主，问题才能够得到解答。所以虽然说我外面的环境并没有因为我祷告，并没有因为我转向主就变得简单，反而我还有很多的课业，还有很多的补习，但是主在这个过程中，他就成为我的力量，成为我的欢喜快乐。也希望在2019年能够更多的经历主，经历主，主要做我的平安。阿门。大家好，我是张思姊妹。姊妹，我要分享我这一年中很波折的经历。姊妹，因为参加了圣会后，对福音很有负担，借着今年青少年福音聚会，我就很积极的邀请同学参加。阿门。刚开始我没有信心可以邀到他们。但是我和妈妈不断的为我有负担的同学进行祷告，在我与同伴的配搭下，我渐渐更有了信心。最后我竟然邀到了7位福音朋友，借此我经历
到信心的功课，希望我们在信心里不断的迫切祷告，主就会做大事。希望明年国三不管在读书考试甚至为同伴的事上，你能够尽力主做我的信心和依靠。好，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大家好，我是谢仁真姐妹，我是国三。感谢主主在今年的暑假课会中再次的摸着我，让我知道我们不只要有团体的祷告，还需要个人与主的享受。他的生活不是考试就是功课很多，而令我最苦恼的是同台之间的竞争。虽然时常感到很有压力，但没有关系，我知道我有主，将一切的难处或忧虑献给他，他就赐我喜乐。宝贝，这时的祷告就成为我转换心情的秘诀。这次的状况中我非常的紧张，好像只是一直拖着我的刘海看着前面的同学发呆，不知道做什么。但这时我开始哼起了诗歌，唱着唱着就开始有祷告，这个考试奉献给他。虽然分数没有比较高，但心里充满着平安与喜乐。谢谢主，感谢主的带领。阿门。最终的个人祷告，希望在国三繁忙的生活中也能抽空的享受主。阿门。新的一年中，我要面对会考，盼望我能在任何事上都不能再依靠自己，完全的奉献给神。阿门。阿门。弟兄姊妹们，今年青少年区相当的蒙恩，除了刚刚一些个人的见证，我们从年初的寒假特会、暑假的特会、国中成全训练以及高中成全训练，还有八月底我们青少年区自己办的福音聚会，有许许多多团体的蒙恩，阿们非常多的弟兄姊妹们都在这些聚集里面得着加强、得着复兴、被主焚烧。阿们盼望新的一年，我们使基督借着信安家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在爱里生根立基，使我们满有力量，能够正式主义同领略超越知识的爱。有固定的，也有手持的。好，组长好，组长好，组长好。
点，前面一点，啊，再前面一点哈，中间一点，中间一点，中间一点，过去一点，麦克风，不要打到麦克风，麦克风。Thank you.
人有福了，因为他们避开别人，转看福音，只当八点。一个星星的人也是真诚的人。我们教会在11月3号去宜兰完成游览之后，我跟妈妈说，谢谢你，我要拍照，本来要拍照就忘记了，搞一后来我到下车时都没拍照。一张照片到了主日，老师让我们写成个经历与见证，我才发现我没有单纯的为人，所以我要学习单纯的为人。数学不再不重要，谢谢大家。幼儿的活动是很活泼的，他们利用呼啦圈
玩一些的创意游戏，好，那小朋友们都玩得很开心，好，那小妈妈们也在那个过程中来学习如何带这些幼儿好玩游戏，或者是一起唱诗歌，还有读经节。那下一张，再来我们的小学一二年级就进入我们的性格课程，赞美班就是一二年级，好，那他这是他们上课的情形。好，下一张，那再来。三四五年级我们叫做恩典得胜班，那为什么这么长呢？因为我们这学期三四五三个年级把它合并在一起，好，所以就恩典得胜班他们上课的情形。好，下一张，再来荣耀班是六年级，以往我们的六年级会直接进到青少年区，但是呢我们感觉说他们在六年级的时候还是需要再有更多的一些的在性格操练上面来加强，好，所以呢这学期就让六年级还是在儿童服饰里，但是我们有请青少年，看他照片里面有三个大哥哥，好，他们有来配搭跟这些的六年级的小朋友有一些的分享，好，那姊妹们也有，只是没有拍到照片哈。好，下一张，那除了性格课程之外，我们还有不定期的有安排一些体验活动，好像照片中看到有做一些那个实验，好，然后还有那个操练那个利用教具，好，来操练他们的稳定度、他们的专心度，好，然后还有那个有一个球，好，在操练每个人都能专注，能够接到那个球，不要让球掉在地上，好，这个都需要团队的合作，这就是我们的体验活动。好，下一张。那真的是设计这样的课程呢，各班的导师们都蛮辛苦的。好，那这里有看到左下角是赞美班的老师群，好，然后上面也是恩典德胜班，是那个对，恩典德胜班的老师，然后右下角是荣耀班的老师群，好，都有非常多的弟兄姊妹在这里为孩子们摆上。下一张，那。上完性格课程，我们后面还有才艺课程。那这个部分呢，就是非常感谢社区的圣徒，他们很热情的来配搭服饰。有看这个折纸飞机啊，是我们的赵天祥弟兄好来配搭。好，下一张，还有董淑平弟兄就发挥他的专长，还教他们 CPR 的练习。小朋友也知道怎么急救，有点概念哈。道具都很齐全哦。好，下一张，再来教会生活英语课程。有我们的小琴姊妹，还有安柔姊妹，还可以大家教他们这个关于教会生活我们可能会用到的一些的英语，简单的英语，还有英文的诗歌。下一张，好，还有曾世华弟兄带他们做一些光的科学。那曾弟兄在这个科学方面，他很有他自己的研究的一些的就是心得，所以呢，他就。带孩子们做这些光的实验啊，他都用精心的设计的道具，让小朋友来体验这个光的奥妙。下一张，还有我们的王宏林弟兄哦，他也是非常忙碌，但是呢，他还是惦记着我们的小朋友，他就在他的这个材料里面呢，他就常常有机会，他就把一些零碎的材料把它收集起来，然后带孩子们做小椅子。的这个木工制作，所以那些小朋友们哇，他们也是非常的开心，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成品可以回家做这个小凳子哈。下一张，好，还有再来就是我们的烹饪课程。那烹饪课程呢，主要阳明姊妹有在配搭这样的烹饪课程。那因为阳明姊妹在这个烹饪方面呢是非常有心得的哦，所以他都为孩子们准备精心设计的这样各种的点心。小朋友在做的过程，你看他们都非常的专注，在看着老师怎么示范，然后怎么操作。那他们做完了呢，就可以来享受他们所做出来的成品，他们也都非常的开心。这个课程呢，是每个学期他们都要求一定要有的哦，绝对不能少的哦。好，下一张。要没有好，对，好，那以上这个才艺课程其实还有很多哈，那只是我们是举最近一些的课程来介绍。那真的还有很多弟兄姊妹都有来配搭服饰，非常感谢弟兄姊妹们。好们，那我们的儿童服饰呢，也是希望说在要来的学习新的年度里，好，有更多的弟兄姊妹们一同来配搭，也看到孩子们的成长，就是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喜乐。感谢主，好，小朋友起立。好，给他们立立。
是非常的丰富。在这个每次年终展览的时候呢，这个弟兄们都会提醒我们关于时间的问题。那我们相信接下来后面的大专跟亲子可以掌握得很好。好嘞，我们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是阳明北部的大专生。你过了这一年，主非常的恩待我们，让我们有了活力牌的基本的实习。对，这个时间我们看见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属灵的装备，实在是需要在同伴的中间。我们看见说，当我们是进行活力牌的时候，生活上就有许多的切磋，在属灵的经历上，我们就不会只是单个的，我们也能经历团体的享受。在这个已过的这一年，我们有了周四成群的信息，那我们就借着活力牌的交通来预备每一周的这个信息的一些进度。那我们也真的纪念我们在许多的装备上，现在我们看见我们不是单独的，我们实在需要在一个身体照会的流里面一同来成长。待会就会有许多的弟兄姊妹为我们做一些的见证，那我们就来在这个见证之前，我们来唱一首的诗歌。我们唱普通本诗歌540首第三节。
然后这就是印象最深，就是这学期第一次去找小羊的时候呢，就因为以往我要帮同学祷告都被拒绝，所以内心就很担心。然后结果没有想到，就是那一天就在主的保守底下就很顺利，就是他让我为他祷告，然后也带他唱了一首我很喜欢的诗歌。就在当下自己也有被喂养的感觉和对主的享受。就经过这次经历就很摸着，有一次姐妹分享的只是文摘，就上面就写到说，侍奉是要流出生命，然后先破碎自己，并从死里复活，才能成为别人生命的供应。有时候自己常常会凭借着自己的感觉而有阻碍，但是其实只要单纯的摆上自己去转向寻求主，就能够让主先洗净我们的心，在依靠主的过程中去做别人的供应。所以就感谢主在这一年领导我慢慢跟大家一同服事，也希望继续的一年能够有更多与主的交通。弟兄姊妹，我是王家安弟兄，我现在就读中国医药大学，那我会来到十四会所，并与这边的大专生有连接，这都是主的怜悯与引导。在学的最后一年，主带领我到这个北荣和马街，那是我一定是很开心的，因为我弟弟是读阳明的，是一个很好接触他的机会。而且我当时知道他班上有一个弟兄，对啊，但另外一面我得救之后都一直在台中过召会生活，对啊，所以我不知道我到底能不能在实习的生活中能适应这个野地的召会生活。结果不出所料，我到台北实习，那时我真的开始软弱下去，对啊，我一直在自己的感觉里，总觉得可以赶快撑过去，就过过水，赶快回到台中。而在实习快到一个段落的那个主日，我印象很深，就是两个弟兄在那边交通，这个阳明的往前，对啊，但是我在旁边想说跟我无关，对啊，我就快回到台中了，但那个弟兄就突然转向我，对我说你在逃啊，对啊，但是我很被震撼，他就说这个当主要用我们的时候，这个我们到底向主是怎样？对，但是我想起我离过的奉献，但当时呢，我仍然不放弃回台中的想法，对啊，在那边跟主要这个确定的话。而就在那周的周四的晨星，就说到这个圣灵进职，然后我们人在那边尝试，那耶稣的灵不许，那是我深深的被摸着，因为我是个奉献的人，所以在我天然的情感里，我是想要回去的，但主不许，只要我在这个台北，如果我回去台中，我所过的教会生活会比现在更舒服，但因着这个我回到一个我熟悉的环境。但这里没有，主要求我在这里学浸泡他的功课。感谢主，在这边与阳明跟北部的弟兄姊妹配搭在一起，恢复对主的那份享受，而且越来越释放。好，那接着我们要感谢过一年圣徒们对我们的照顾，而且圣徒过的一年和我们敞开交通，教我们前面的路。圣徒时常为我们祷告，成为我们为主站住的力量。阿门。圣徒像爸爸妈妈一样，请我们吃饭，带我们游山玩水。阿门。你们陪我们晨兴，使我们早晨遇见主。阿门。谢谢很多的家人为我们打开，你们敞开的交通，使我们得着供应。阿门。其实台上的弟兄姊妹能够重复我，他们神人生活有诚心，神人生活有诚心，追求主化经历主，追求主化经历主，活力交通同祷告，活力交通同祷告，神全圣徒进供应，神全圣徒进供应，哈利路亚，他们。好，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刚才看到的是各个地方教会加给我们的果子。那接下来是我们，就是你们在进入你的产业。阿门，感谢主。阿门，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是社区青年。
年的这个专项。那待会呢，我们会有弟兄啊做一点你过一年的分享，那也有这个针对未来的展望。那待会呢，我们希望各位弟兄姊妹先陪我们一同来唱一首诗歌，在我们手册的第十七页，奉献与神同梦，我们一同来唱第一次以及副歌。手册十七页，阿门。
之外，更常常被点名分享里面的内容。对于总媒聚会如今的我来说，真是经历了满满的受罪苦与被破碎。不过在这一次又一次的被破碎之后，开始有了一点点的不一样。我的话重新进到我的生活，开始与他恢复身心的连接。遇到环境来时，不再是依靠自己，而是呼求主名。阿门。最后，在腓立比书3:13-14说到：“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赢得了，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标杆竭力追求，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召我上去得的奖赏。”在未来的召会生活中，能一步一步的被变化，越来越爱主。朝着标杆竭力追求，天的奖赏。各位弟兄姊妹好，今年在石牌的七月的圣心的弟兄，阿门。感谢来到石牌聚会，简短一些简短的经历。我原本是在台南成大会所聚会，然后在成大念书。然后在南科工作，所以我都在南科的聚会。阿妹。然后因为工作性质的关系，所以我很少回到家。所以那时候我的心就问着主说：“我好少回到家，因为想念家。但是，所以我就那时候我就投递了履历。然后那时候主科就去找我面试，然后我就上了。可是那时候心想说，主科的工作不一定是我想要的，因为。我现在在南科工作，算是研发部，可能前途来讲或许会比较好，所以那时候我心里就很纠结。这时候我就想到诗歌的两百九十三首，主啊，求你拣选我的道路。他的意思就想到说，主求拣选我的道路，我的前途，不管未来多么的辛苦，我必甘心顺服，来寻求你的欢喜。所以我就来到了新竹工作。但是来到新竹工作的前期，其实我是被弃主。因为两三个月，因为我就想说北部的教会我不熟，然后觉得去又感觉很奇怪，所以觉得内心就很纠结。所以，可那时候我就想到说，那个创世纪28章也讲说，主一直与我们同在。然后无论我们到哪个地方，他必会引领我们到这一地。所以他一定会引领到这里，他从来不会背弃我们。对，直到完成他对我们所应许的。所以。人都只有人会背弃主，我们是不会，主是不会背弃我们的。我就毅然决然的某一天的礼拜日，就一个人单枪匹马的杀到教会门口。可是那时候到教会门口的时候，我想说要不要进去呢？进去还是不进去？反正今天天气不好，然后头发骨折，然后感觉就是很不想进去，然后就。在门口就遇到一个叫柯清顺弟兄的，然后他就看我在门口徘徊，就问我说：“你是信主的吗？”我说：“哦，是啊。”他说：“好，那就把我带进去了。”阿妹，那时候我就会觉得他是主耶稣安排的使者，引领我归向这地，让教会调和为一，同在一起。然后最后神奇的事情来了。我之前在联电的研发部，近这一两个月，因为被美国和美光告，就新闻都有播，然后所以我的研发部这一两个月就解散了。所以意思就是说，主所安排的道路一定有他的旨意在。阿门。只要把我们的困难归向于主，这一切都是最好的。真是感谢赞美主。阿门。阿门。先介绍一下我们社区大专区的一些经历。好，今天我们追求生命课程第一课到第48课。然后生命读经的创世纪26篇到76篇，总共50天。那今年我们每周聚会人数都稳定在18人左右。那今年很喜乐的，我们新进了两位弟兄，一位是陈损宏弟兄，一位是韦佑兴弟兄。感谢主，我们今年社区大专区。也成立了一个新的家。阿妹。好，谢谢。我们也开始参与会所的服事，参与主杯服事，然后饭食服事，还有福音聚会的服事。对，阿妹，注意啊。
好，然后接下来是大家最喜欢的香条活动，然后我们去做蛋糕 DIY， 然后到北艺大野餐，然后到弟兄姊妹家香条，然后跟弟兄姊妹到苗栗公馆香条。阿妹。然后接下来是我们希望2019，我们希望能够在周天举行火力排，也能够操练传福音结果子。然后再来我们明年度会追求十字文摘跟生命读经。期许我们未来设计训练能够跟大家一同往前。阿妹，谢谢。